像 MV 的发想，就是自己过往经历之外，当然我觉得 Asa 也很开心，所以让大家知道说，不是说今天大家平时板着脸，然后一直表现出好像很可怜的样子，他才是最可怜的。有时候最坚强、最阳光的那个人，说不定他是心里最痛的，因为大家就习惯性的表现出比较正面的样子嘛。所以我觉得透过这 MV 也可以让大家知道。 你可以去勇敢的面对心中的痛，而且哭是没有关系。那你叫累单身？录音的时候心情有什么？什么叫累单身？开始多一些。因为现在陈琳那么幸福，然后你那我们的拍戏的人都不要当歌手，是不是？就是拍戏不，那结婚人都不要拍戏。毕竟他有过那段时间的经验嘛。我想，因为陈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他也单身。 很久一段时间了，所以我想要对单身那个东西是非常有深刻体会。我讲到很不该讲。没有，很OK，很OK，非常OK。那陈琳是这样想，不是就真的就是，粉丝网友，粉丝网在冒汗。但我觉得丽姐已经替我回答了啦，对啊，就确实就是你有那样子的体验跟经验，就。 就像我说的，不可能说结了婚然后很幸福，还有小孩的人，他就不能出来唱情歌啊，这也太……对啊，因为创作人他有很多的东西，他其实不是说你非得一定要有过怎么样的经验或经过，你才一定可以创作得出。或者不能说因为你此刻是这样，你才能唱怎样的歌，那个太局限了。这问题根本我们就不应该花时间回答你。导演说到这么。 我还是建议他，我还是最喜欢演戏啊，最喜欢演戏。那我觉得，之所以要当导演，不是为了我要挂那个名字啊，真的是因为对这个歌很有感觉，很有想象。那未来我觉得可能在更以后吧，累积更多经验，学更多专业上的东西，我觉得那个还是要准备好。对，这首是崔丽琴歌，有没有觉得哪一句歌词最推荐单身的人听最有感觉？我觉得真熟哎。 但是呢，ending 蛮残忍的，就是单身世界依然运转，意思就是，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大家都是这么过，那你就还是单身，不然你要怎么样呢？有一点太就是很真实对残忍，但是我其实真的希望大家，无论说你是明明是有对象，你却感觉自己很孤单，或者是你真的就是单身，都要去接受自己面对跟面临的每一个状态，都要去。 喜欢自己现在正在面对的事情。OK， 好。